好玩就好了，好玩就好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好玩就好。今天的企划是带我女儿来县夜市玩，然后今天是愚人节加儿童节，有这么容易让她玩吗？肯定没有。那我们会有一个说法，等一下我假装接到电话，然后说我们要回家。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在新的夜市门口停车场了，这很绝，那个情绪会一下被摧毁哦。我觉得现在有点讲不出口，等一下会过意不去。结果是好的就好了，是好的没错。我是结果论，是有点残忍。我们让他提早进入这个社会，这社会是很多不稳定的事情。该长大了，没有每件事都是称心如意的、啊，不可能的、啊。对啊。一定有喜怒哀乐，等下我们就让他扛进喜怒哀乐。对啊，不然之后给男朋友骗怎么办？对啊，你给他上一课。其他一直很期待今天来夜市哦，都想好等下要套圈圈要干嘛，有的没的，吃东西，想得很开心，等下就被摧毁了。你想的不一样，是很残忍。喂，干嘛？什么事情？现在去公司？然后可能一定要我去吗？可是我现在在那个呢，带我女儿出来走走呢。今儿童节，你不要开玩笑了。好好好，我先忙回去、哦、好，不用拍了，走了不用拍了，不用拍了。我特别来不拍了，你有事情啊？公司有事情要先回去了。我跟你讲，改天再来好不好？好吗？嗯。你怎么？改天再来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啦？这公司很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处理啊，那公司都没有人了。啊。那你陪我去公司。我不要。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妈妈带我去，下次。下次啊。下次再来，那就走喽、嗯。走啊，上车了。走、啊。应该是有急事要出。对啊，公司有事情。我不要。嗯。你都已经说了。说了。能上车吗？为什么？就临时有事情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啊，临时说话不算话。那说不说话，我有来啊。突然有电话，我怎么办？还被打、啊有来没有进去好像不太算。好了，先上车了，先上车，先上车。那他骗我。好了，那你讲他怎么骗你？他就说他要带我来。帮你怎么了？你要先拖垃圾啊、哦、怎么突然又笑？你又哭又笑。坐好了，我们要出发回家了。坐好了。你真的很想哎呦，你很想气吗？去，可是我要回公司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？那只能回公司了。我不要。也不是不要就可以不要啊。好了，你下来啦，来下来。刚骗你的啦。有病啊！下来啊！下来啊！是刚骗你。下来下来。没有啦，真的有事情的。改变一次，没有啦，真的有事啦。好啦，走啦，真的没事啦，真的要下去玩。你不要笑那么大声，我忍不住。好了，抱一个。不要。那不要去了。不要。我喂你吃馄饨，我喂你吃馄饨。好了。神奇。他现在目标是蛋仔派对。你刚那是什么吗？长得像鸡蛋仔的一个。然后大家开派对，要下班。蛋仔派对是不是鸡蛋仔开派对？不是啦，都长得像天线宝宝的。刚那边有一只，你看到？你看多少那只？就那个黑白那一只。对对对，就这里。给我们下一间，给我们看一下照片啊，那长什么样子？热门已经都有了，所以要看冷门的，是这样吗？不然怎么看那么冷门的，连我都不知道。杨幂啊，长得像蜜蜂的杨。啊，好，目标就是这个。杨幂大作战哪里？然后我们就这样全部绕完，一定找得到了。哪个？蓝色的。我全记得吗？哪个手艺？啊，那个。偶鱼吗？我想色。你要那一只啊？是吗？这飞镖你会吗？示范一次给你看。看好，我只示范一次。什么叫哥哥的射飞镖？是不是？现在过关两次就两点，过关两次就两点，过关两次就两点。一发没中、啊，不可能啊！我们不是那个绕圈圈，怎么打出去就有、欸？我刚刚也是这样想的。其实我还是有射到靶的，没有中气球而已。你女儿射的比你多。做了13年的气球，第一次有人真把丢。其实我们刚刚就是想说，老板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想法。
结果他没有，结果没有。我以为我跟他很好，想说聊得还不错，原来是我自作多情。哪里跌倒，就从哪里站起来。中一颗应该就有算了吧。我上全部都可以。啊？可以。啊？可以。啊？两颗。吓到了吧？我不知道讲什么。你获得了这一只叫什么？小丑鱼啊。不是小丑鱼，是丑鱼。喜欢吗？Later， 一起玩吗？玩什么？玩什么？拳击机，对吧、啊？那我们赢了有什么奖励？就随便你开吧。随便我开，随便我开。哎呦，那代表他很有信心。网络上看到你，嗯，跟他说蛮屌的。啊，我看你蛮屌的。既然有人敢走过来跟我挑战，挑战应该是打超重量级哦，才怪。那你是不是打拳击的？不是，真不是吗？你示范一次，感觉在打，他肩膀算宽的呢。八零多，八零四，等一下打一打就送八零四，看起来就很无力。我觉得六百，刚踩到那个菜我滑倒。我合理怀疑你是借口，总是要给自己台阶下。我觉得要拿那一只，可以啊，要打得准呢，打后面的。哎有，哎还是你的右手比较厉害。好，哎呦还有在。你看那个，哎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哎，他可变你，可变你，太厉害了，那怎么办？好玩就好了，好玩就好，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好玩就好，你要不要把杨幂找出来？好，可以，找到跟我讲，对了，莫名其妙赢了，那今天就刚好是。愚人节加儿童节，没有刚好差几天了。祝我宝宝清明节，是不是？愚人节，是不是？儿童节快乐。OK， 那你还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的是什么情况吗？杨幂要杨幂，不是你被骗的事情了。哦、oh, ，对，已经忘记了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忘记就好了，走吧。忘记了，关注李老板，咖啡屁用感。